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东子，刚起床，然后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航程的第二天，然后咱们先看看这个外边的风景有没有什么变化。昨天来的时候那个海水是浑的，现在应该变成清澈的了，咱们看一下。现在出去看一下这个外边的世界啊，看看一望无际的大海。这艘船呢，大概有昨天看了一下是330多米啊。然后这是全长啊，然后宽呢大概是37米，好像是行驶在海面上相当巨大了啊，但是跟大海一比较的话还是很小，这海真的是太大了。大海啊，全是水。好，一会儿咱们出去吃点早餐啊，然后先去找狗子，看看他在干什么啊。好，现在咱们到狗子的房间了啊，咱们先敲一下，小敲那么一下。没反应，还在睡吗？已经走了？等一下，等一下啊。啊？什么情况呢？啥情况？我抓头发来的，抓头发来的，抓头发来的。吹头发没听见是吧？没听见。嗯，咱们一会儿去吃个早饭，你吃饭了吗？没吃呢，饿死了。没事，那行，咱一会儿吃个饭去呗。行，我先抓头发，把头发抓。那你搁这等着吧。啊！哈哈哈！进来，等着。好，然后一会儿咱俩去啊，一会儿吃个饭。好的，好。整点。喜欢海鲜吗？中餐菜。啊，这鱼不错，这鱼可以拿俩。在这儿还能吃着中国老干妈，没毛病啊，行吗？啊，然后咱们再打点菜，然后咱们找个地方坐一下。OK， 啊。面朝大海，面朝二狗，开吃。好，咱们现在吃过饭了，然后去找那个峰峰，找三哥，一会儿去那个搞一搞这个视频怎么发送。来到三哥房间，看看三哥还在工作啊？昨晚一宿没睡吧？没睡。是不是没睡？老飞好辛苦哈！啊，你问他，你就问到我来了。鞋都不穿哈，没鞋呀！哎我去，这网络传到70%。好，然后一会儿研究一下那个发射。77%给我掉了，是吗？啊，那你怪我了。我好不容易传到77%给我掉了，完了！传一个视频1个多小时，我的个天哪！好，然后咱们一会儿研究一下那个视频的事情啊，然后。这个视频就拍到这儿啊，拍到这儿，然后一会儿下午可能还有活动，到时候咱们继续拍更多的视频送给大家啊。